大家觉得最近这一个月科技圈最火的词是哪一个？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相信现在弹幕上应该会飘过一堆遥遥领先啊，5G 回归、国产工艺的新 9000S 以及突然开售，都让 Mate 60系列的话题性和讨论度呢是直接拉满了。当然，可能是突然开售的关系，先锋者计划发售初期啊 ，Mate 60、60 Pro 也存在许多优化问题。经过一轮密集更新之后，之前的很多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那么完全体 Mate 60和 Mate 60 Pro 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今天我们就对这两台机子的使用体验做一个全方位的评测总结，一起来看下视频吧。说起华为的新环设计，最早呢是从 Mate 30系列开始的。当时的相机硬件堆料不像现在这么猛，三颗摄像头都集中在一颗小奥利奥里面。新环的环呢是用玻璃镀膜来实现的。用如今的眼光看，满分10分，你会给 Mate 30 Pro 这个后盖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到了 Mate 40 Pro， 30的布局范围往外拓展了一圈，相当于是把 Mate 30 Pro 的新环啊给实体化了。摄像头、闪光灯、激光对焦模块都放在这个环里面，中间呢则是用徕卡英文标加镜头参数作为点缀，整个相机模组并没有矩形化，无论是左手握持还是右手握持都不容易挡住手。作为手机来说呢，看着确实很和谐啊，同时呢又兼顾了对称美感和辨识度，堪称经典。那么 Mate 40 Pro 的后盖 ID 设计，用如今的眼光来看，满分10分，你会给几分呢？到了 Mate 50 Pro， 对称设计呢依旧在啊，但是新环形态啊是消失了。圆形奥利奥加四筒黑色版本看着呢其实也还好，但是浅色版本整个 Deco 的颜色和镜头黑圈呢看着就不太和谐了。正面的 3D 链识别也从 Mate 40 Pro 上的左上角药丸变成了大刘海，中框和前后玻璃盖板之间的衔接过渡呢也存在明显的错落感，设计美感细节相比 Mate 40 Pro 呢都是倒退的。今年 Mate 60系列新环设计重新回归，但是呢也有不少变化，比如说新环的尺寸相比 Mate 40 Pro 直接 Max 化，中间的徕卡英文标现在呢被 XMAGE 取代，后盖材质从玻璃变成了景铅加金属拼接。这个拼接设计啊，其实一开始曝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真机上手之后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仔细看的话，大家也可以发现啊，今年 Mate 60 Pro 的整个新环模组不仅变大变厚了，而且呢非常靠上啊，如果是去掉下半部分这个圆弧拼接设计，整个后盖视觉上难免会显得头重脚轻。双材质拼接不仅让手机的辨识度啊再次拉满，同时呢也让整个后盖的视觉平衡感会变得更好。满分十分，你会给今年 Mate 60系列的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对于颜色选择困难症的用户来说， Mate 60白色呢依然是第一选择，整体简约清爽，特别是带上大米精选配件推出的 Mate 60系列纹理手感壳之后，颜值呢依旧是妥妥的，配合我们的超轻灵感膜，无开孔爽滑涂层，无论是吃鸡还是王者都能够持久顺滑，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我们淘宝片店逛一逛看一看。后盖 ID 上来说啊， Mate 30、40系列都很成功啊，但是正面的瀑布屏体验上呢明显是减分项了，一个是屏幕左右两侧容易形成视觉色偏，另外呢就是中框部分大部分呢是玻璃材质，容易手滑拿捏不稳。这方面今年 Mate 60 Pro 呢就好太多了，四曲面屏幕曲率非常小，内容显示区域啊几乎是平面的啊，既提升了侧滑上滑的手势舒适度，同时也不会有屏幕的视觉色偏，配合弧形金属中框拿在手里呢也不会像吹中框那么割手。手感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太宽啊，虽然说机身挺薄，配重呢也还均匀，但是79毫米的横向宽度确实是比较撑手了，手小的同学估计会有点把握不住。尺寸上来说，我会更喜欢这一次 Mate 60标准版，76毫米的宽度相对正常，单摄挖孔加直屏，观感上来说呢也要比三开孔好很多。而且 Mate 60标准版这个单摄挖孔啊，同样支持 EOD 质感支付隔空手势，手感颜值辨识度都挺到位。看到这里啊，可能有小伙伴会觉得，那今年岂不是标准版要比 Pro 版更香？但尴尬的地方在于，这次标准版的外围规格啊，着实是挺膈应人的。指纹呢依然是短焦，不说用超声波评价指纹吧，国产惠顶的超薄平价指纹总该是6000这个价位进行的标配吧。另外马达方面是入门级 Z 轴马达 ，P60 Pro 上的080有震感，勉强呢还能接受，但 Mate 60上这个又松又散的马达震感啊，是真的建议到手就关。Pro 呢虽然说也是短焦，但是有 3D 人脸的前提下，
你可以认为指纹呢是附赠的。而且 Mate 60 Pro 这个 3D 人脸呢，同样支持口罩模式解锁。Pro 的马达尺寸呢是9595规格，对比标准版呢是强了不少。调教效果上来说嘛，对比主流旗舰上的1010、0815规格，实际震感呢还是略有些差距。扬声器效果，我们直接来听一下实录对比。关于麒麟 9000S 的性能能效，在上期视频中啊，我们已经为大家做详细分析介绍了。简单来说呢，就是骁龙888类似物， CPU 能效不如88， GPU 低频能效好于88。对于首款国产工艺的旗舰 SoC 来说，这个表现其实已经是超出大米自己的预期了。而真正远超预期的还是日常流畅度。 Mate 60 Pro 无论是程序多开切换，还是应用内的滑动流畅度都很不错。至于原因嘛，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做了全面的分析，简单总结呢就是，第一呢，就是给力的散热堆料可以让处理器的日常调度更加开放，高刷策略呢更是直接拉满120Hz全开。第二呢，就是鸿蒙4.0稳定丝滑的系统动效加分不少，间接提升了流畅度感知，这点呢甚至要比部分八键安卓旗舰要更强。第三呢，就是自研芯片加自家系统可以做更深度的软硬件优化。同样 12GB 内存，麒麟 9000S 加持下的 Mate 60 Pro 后台留存能力要比骁龙8加的 P60 Ultra 要更强。当然了，受限于工艺性能差距， Mate 60 Pro 相对于天九千二八键二机型，日常重度使用机身发热情况呢会相对更加明显，尤其是小号的 Mate 60标准版，连续五次 JBenchmark 6测试，机身最高温度呢有43度左右，体感温度是明显要比 Pro 更高的。所以说，对于麒麟 9000S 这颗芯片来说， Pro Pro 加的大金属加大 VC 液冷散热可以算是专门量身定制的。在原神更新 4.1 版本之后， Mate 60系列的游戏贴图呢终于是正常了。作为这两年手机性能评测的标杆软件啊，大伙呢应该也想看看这次麒麟 9000S 跑原神表现到底怎么样。那么直接原神启动。测试场景呢还是20分钟虚拟地图跑图测试。Mate 60 Pro 平均呢是 58.2 帧，整机光呢是 5.4 瓦，屏幕没有降亮度。机身最高温度呢只有44度左右。虽然说后面这一小段强制锁到了50帧。但是按照这个帧率和功耗表现非常可以啊，对比骁龙8加的 A42 都要更强。但结合游戏画面来看呢，明显是不太对啊。性能狗检测到60帧的时候，视觉流畅度是明显低于60帧的，尤其是人物移动很不连贯，属于是插帧后的效果，和我们当时评测 P60 Pro 呢差不多啊。但是 P60 Pro 那会儿系统是强制插帧的，这次 Mate 60 Pro 倒是给到了一个开关选项，叫做超级帧率。关闭之后呢，画面流畅度能够和实际的帧率对应起来。 Mate 60 Pro 平均呢是 48.9 帧，整机功耗呢是 6.5 瓦，五分钟开始强制锁到了50帧上限，14分半开始有一段锁到了35帧上限，并且这一小段啊，屏幕亮度也是强制降到了145尼特，帧率回升到50帧之后，亮度呢也恢复正常了，机身温度呢倒还好，46度左右。小尺寸 Mate 60虽然说平均帧率接近47.4帧，但是体验上来说明显要比 Pro 差许多了。20分钟游戏有两段锁到了35帧上限，这两段屏幕亮度也是强制降到了145尼特。主要问题呢就是标准版的机身发热就明显大很多，有49度左右，热源呢还在正面，比较烫手。另外可能是屏幕比例的差异， Mate 60的实际渲染分辨率是 680p， Pro 呢是 703p， 要比常规的 720p 渲染精度呢要低一些。从整机的性能释放上来说啊， Mate 60 60 Pro 其实都还挺刚的，游戏过程中 CPU 并不会直接限制频率，可以根据负载飙升到最高的 2.62GHz 加 2.15GHz。 前面5分钟这段 Mate 60 Pro 平均呢是58帧，但是整机功耗有8瓦，持续发热之后就不可避免的触发降频了。原神的测试结果和我们之前麒麟 9000S 性能分析的视频结论呢基本是吻合的，中低频下麒麟 9000S 的表现呢其实还不错，比如说王者荣耀高清120帧，虽然说功耗呢要比主流旗舰 SoC 啊更高些，但是大 VC 液冷板加持下，帧率稳住120帧无压力，温度呢也正常，无非呢就是耗点更快些。但是高负载场景啊，对于八键二进行差距呢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连续多任务打开快速切换的发热，原神星铁的实际帧率游戏功耗，
即便是有更强的性能释放和更好的散热，也是追不回来的。工艺制程客观差距摆在这里啊，这方面我们只能期待后续麒麟9100或者说麒麟9000能不能加速追上来了。Mate 60和60 Pro 主摄规格呢相同，传感器底都不算大，采用的是可变光圈设计。目前系统版本大多数城市夜景的灯箱高光压制降噪细节表现其实还算不错，比先锋者计划刚发布时呢是稳了许多，不会呢动不动高光压不下来。但是结合不同场景以及它俩的定价，对于 P60 Pro 和小米13 Ultra 依然有差距。在遇到一些高亮 LED 灯箱，有一定几率呢出现明显的猜测错误。比如说这组 Mate 60呢拍成了白紫相间，一个呢是深蓝浅蓝相间，13 Ultra 呢更接近实际颜色。同样是基于主摄两倍裁切模式， Mate 60系列两台机子看起来就会有点类似于 AI 猜细节，歪歪扭扭的。主摄裁切清晰度呢是不如 P60 Pro 和小米13 Ultra。当然传感器本身差距啊也是一方面因素。另外 Mate 60两台机子啊，白天有些场景的色彩观感来说也有点怪，尤其是在拍摄有比较多绿色植物的场景里，两台 Mate 60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整体偏黑灰啊，画面观感呢是不如 P60 Pro 和小米13 Ultra 来的舒服。不知道是不是重新切换麒麟 ISP 平台的关系啊，需要更多时间打磨调教算法。Mate 60 Pro 这颗 3.5 倍长焦规格呢和 Mate 50 IS 上是比较接近的，相较于标准的小底5倍潜望，可以兼顾更多焦段下的变焦解析力啊，比如说同样是 3.5 倍模式， Mate 60标准版并没有做主摄加长焦的融合算法，所以说2到5倍之间的变焦画质是比较差的。到了5倍模式，标准版切换到长焦，实际解析力呢会略好于 Mate 60 Pro 啊，但是差别呢不算大。再往上的10倍模式， Mate 60 Pro 呢又会反超小底的5倍标准版。小米13 Ultra 因为有两颗长焦做接力啊，实际在 3.2 倍到10倍的综合解析力依然是最强的。另外 Mate 60 Pro 这颗 3.5 倍长焦最近对焦距离呢是很美的，如果你平时喜欢拍摄一些微距细节来进行创作，那么这颗长焦的可玩性啊还是不错的。缺点嘛，还是和上面提到的情况一样，部分场景的色彩算法优化差点意思。比如说在10倍高倍率变焦的情况下， Mate 60 Pro 色彩呢总感觉是有些泛白， P60 Pro 上的这颗长焦无论远近不分昼夜都可以调用，而 Mate 60 Pro 的长焦光线稍暗的环境下容易切回主摄变成数码裁切，有时呢手动点击10倍然后重新再点一下 3.5 倍可以强制切换成长焦，但强制切换后的效果呢其实也不太行，暗光下容易糊偏。超广角方面， Mate 60和 Mate 60 Pro 白天表现呢还算凑合，但是到了晚上白屏稳定性呢不太行，这组样张地面呢明显偏红，不过画面的曝光和噪点控制倒是要比 P60 Pro 略好些， P60 Pro 的超广角晚上噪点呢是比较明显的。总的来说呢，今年 Mate 60 Pro 影像环节的表现确实是打不过 OVM 的大杯超大杯机型，这其中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是优化不到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硬件本身差距啊被进一步拉大。尤其是这两年 OVM 超大杯经过一系列相机均被竞赛之后，主摄呢都上了英寸大底，长焦超广角的规格呢也都非常猛。前两年华为或许还能通过算法弥补一些硬件上的差距，但是现在算法这一块 OVM 呢也是完全追上来了，甚至呢要更强。让人比较意外的是，这次 Mate 60系列支持的录像规格有不小进步，新的麒麟 ISP 加 NPU 加持之后， Mate 60标准版和 Mate 60 Pro 都可以在 4K 6帧视频录制过程中实现主长广三摄自由切换， P60 Pro 呢只支持主摄和长焦的自由切换，小米13 Ultra 则无法在 4K 6帧模式、切换摄像头。不过呢 Mate 60 Pro 三颗摄像头切换的衔接过渡、不够丝滑，摄像头切换的时候画面视角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实际视频画质这一块大家来简单看一下实拍对比，和样张分析的情况呢类似。目前 Mate 60 Pro 对于绿植的颜色还原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颜色看起来整体偏黑灰，因为传感器本身差距，对比小米13 Ultra 主摄视频录制画面整个动态范围呢有些差距。在屏幕体验这块，两者比较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形态，标准版偏狭长，单摄挖孔加窄边直屏，握感呢相对更加舒服些， Pro 版四边微曲大宽屏，在阅读性和显示面积这一块更占优势，看漫画看视频娱乐体验呢会更好些。亮度方面，实测六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分别是1184尼特和1142尼特，高低亮度差分别是37尼特和92尼特，但是我们手上另外一台 Pro 的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128尼特，高低亮度差呢是40尼特，不同批次亮度均匀性呢可能存在一些差异。2万 lux 照度下，激发亮度分别是578尼特和582尼特，
5万 lux 照度下呢，激发亮度分别是933尼特和938尼特。激发亮度策略上，两台机子呢没啥区别，色域覆盖、色准、实际观感各方面呢其实都比较接近。默认模式呢都可以做到平均 delta 1.6到1.7，表现呢都不错。不过鲜艳模式呢并没有做 sRGB 色域限缩，平均 delta 1呢在4.6到4.8左右。可视角度方面，在45度以内呢表现不错，但大角度倾斜之后会有些偏黄。频闪方面，这次 Mate 60系列相对于 P60 系列反而是倒退了，高低频切换都在85尼特左右。但是 P60 Pro 中高亮度呢是 LDC， Mate 60 Pro 呢是360赫兹，在切换到1440赫兹高频调光的时候， Mate 60 Pro 的频闪波动深度呢会比 P60 Pro 更加明显些。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这一代 Mate 60系列的表现是不如 P60 系列的。快充方面，标准版呢还是祖传的66瓦有线，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8.63瓦时，完整充满耗时呢是39分钟。Pro 88瓦，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0.95瓦时，完整充满耗时呢是34分钟。两者呢都支持50瓦无线充电。根据手头上华为40瓦无线充电底座来看，标准版使用没啥问题。Pro 呢偶尔会断断续续，镜头凸起部分也会导致线圈和无线充电不能完全贴合。可能呢需要电高快来解决。续航方面， Mate 60标准版比 Pro 的电池小了250毫安时，同样是111版本，实测下来 Pro 的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18分，比我们之前测试版本呢略有提升。标准版的续航成绩呢是5小时58分。这一次标准版和 Pro 版另外一个差异呢就是卫星通信功能上，标准版和 P60 系列一样，这是北斗卫星短报文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发送卫星消息，而 Mate 60 Pro 呢是支持天通卫星通话功能的。当然有个前提呢是需要电信卡开通10月每月的服务，相较于卫星短报文，卫星电话呢就有更强的即时性。虽然说这个功能可能大家在一台手机的生命周期内都不一定会用到，但是作为紧急求助啊，只要用到一次就值回票价了。目前来说，国内手机卫星通信相关，华为呢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独一等。自此呢 ，Mate 60、60 Pro 全面评测啊，总算是告一段落了。经过 N 个系统版本更新之后，这次评测结果基本呢也代表了完全体 Mate 60、60 Pro 的实际表现。芯片层面上，5G 加麒麟9000S 的回归确实是振奋人心，意味着从 Mate 40 Pro 开始到现在3年时间，华为正式突破了美国封锁，实现了漂亮的逆袭。而这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呢，就是美国制裁华为，本质上是制裁中国的高科技芯片产业。麒麟9000S 的出现，无疑是给国内半导体行业啊注入了一份强有力的信心。这方面来说 ，Mate 60、60 Pro 确实是从零到一的里程碑机型，它所带来的一部分正向情绪价值、话题讨论度，是其他所有手机所不具备的。当然，回归手机本身 ，Mate 60 Pro 的优缺点呢都非常明显。鸿蒙 4.0 加麒麟9000S 日常使用流畅度呢很不错，外观颜值辨识度方面保持了华为 Mate 系列的高水准。对于华为老用户来说， Mate 60 Pro 各方面的体验都要比 Mate 50 Pro 更好，而且这一次还有 5G。 但如果是横向对比 OVM 大杯超大杯机型，你很难说 Mate 60 Pro 产品力方面有啥优势，相机、游戏、发热这些方面呢也都是劣势，更多的还是品牌优势。毕竟国内高端市场品牌认可度上，华为呢还是明显领先其他几家的。麒麟加 5G 回归也必定会对苹果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至于 Mate 60标准版，虽然说尺寸颜值我很喜欢，但是入门级自动马达、短焦指纹，再怎么也不该继续出现在5999这个价位机型上了。而且这两点和制裁本身呢无关。麒麟9000S 在标准版上的日常使用发热、续航也会比 Pro 差一档。综合产品力这块，就算和便宜1000块的 OVM 机型相比，也要更弱，就不推荐了。华为做得好的地方我们支持鼓励，但是产品不好的地方同样也需要消费者鞭策改进。 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Mate 60系列的全面深度评测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